插一推，关羽基本上加了进化，要说我进场加进化的话，强推确定吗？这波潇洒这个位置拉到两个人，是的，三人防守，而且还有防御塔的保护。阿三被打出了被动啊，这个在塔下直接被击杀，打梦又是一拳。我的天，这局放纵的表现简直完美啊！正面又是一波灵幻三，诺龙赶到，但是失身的输出并不太够，侧面还有一个 Knight， 一个曹操开启大招，开了大招过来，我们看阿三这个大招能不能锤到，锤不锤得到？阿泰直接被锤起来，很关键。关羽一刀劈过去。这波张飞血量掉的有点快，远方直接被苏烈秒掉了，正面这个位置有点难打不开。洛农看一下，我们先看一下苏烈二技能顶上来。这个位置校主这个大招是掩护队友后撤的，但是 Knight 又出现在了右边，达摩这一拳定的不错。正面进来张飞，这个大招怎么好啊？太过来大招转出来抢到了进来黑暗暴君，正面七杀进场，这一拳定到了潇洒，但是不能再往里面追。阿灿顶到了最前排，这个大招很关键，顶起两个人 Knight 没有办法再往后切到后排，下到血量很残之后往后后撤，放纵直接进场，这一套伤害，但是却并没有打关键位置。不过苏烈率先倒下，是的，不过诸葛亮输出出位置非常好，我们看这波马可波罗还是在打，明刀没有挡住这个伤害，守不住了，正面要一波了，是的，三连决胜拿了。这边最后剩下了一个潇洒，这边一波灵幻三的团战，但是只有一个辅助，正面怎么守啊？我们看兵线中路先到，这波很有可能能够一波，因为中路兵线应该是要一波了，应该是要一波了，应该是要一波了。潇洒一个人守不住这五个人啊，而且身上还有复活甲这么多，达摩管都不管你，直接一拳将你轰开，拉到人，拉到人没有办法。最后时间阿灿能够活，但是来不及，潇洒被带走了，兵线进来直接拆掉，让我们恭喜 XQ 扳回一局。没错，哪吒手上捏了一发大招，这边的话，张飞这大应该哦呦，这一推啊，七杀推的不错，是二技能再一踩，普攻强推，直接推死诸葛亮。再看一下阿灿后面，虽然切到三人，但是没办法。双拳难敌六手，歪了一点。诺龙这边被打得很疼，但是没有红 buff， 在这边不太能留得住。是，我主宰长飞来晚了。是的，鬼谷子一个拉，拉到了两个人，并没有太大作用啊。但是别总看 Knight 在正面的话，这边切的位置切得很好。是的，这边哪吒顶住两个人，正面战场上是一个三打二，这兰博直接被一刀劈死啊！回头再打校主，四打一，三打一，哎呦天哪！身份这波有点崩啊，走不了走不了，这波主宰先不该，哎这个就很关键了，我们看达摩这一拳顶到了谁，顶到两个顶不到啊，这边想要顶李元芳，但是被李元芳二技能躲掉了，正面这一波关羽还能推，正面可能要被一波，是阿灿被连续的反顶根本走不掉，反推达摩也要死，是哪吒撞了出去，撞到一个张飞、哎、这一飞的话飞到一个张飞，虽然换掉了敌人，但是正面作战能力我们看一下，两路高地被推一波的话可能有点悬了，是，但是已经是打得非常凶，不过关羽切了后排，诸葛亮倒了，我的天，校主这边换到了阿泰，关羽刚那波切后是切到了一个，再拖一下再拖一下，别着急，兵线进来没有人复活，我们看潇洒最后八秒钟来不来得及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我感觉有点来不及，战前锋已经进来， XQ 即将拿下这个关键性的一分，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 XQ， 恭喜他们。